声是鬼。凤成涵告诉玉伟，若是找到狂野书生了，走出梦境。是因为到门上头走，找到了没得时间来扯。你看那个蓝宝石都长成菜鸭子了。这个好看的嘛，人家有那个有灵性，有那个暗纹。大家好呀，我是燕，今天来地苗大棚了。之前不是给大家说我拔了一些莲花做的肉肉，准备就是吃李子的时候送给大家嘛。然后现在又接了棚子，这个肉肉现在盐什么都不多，就是肉肉多。你看，我就想说到时候你看像这些冰梅，你看像一拔一个，一拔一个，这个好安逸。到时候又有根，然后把这些枯叶理一下就可以给大家包了。这些你看现成的，都不用再等家里的那些长根。还有这里还有一些是群生的，群生的这个就没办法了，因为那个李子箱子只能装这种单头的。但是冰梅爆炸很快的，特别的快。把这个弄了修理一下，这种就可能就要取起来上盆。这会儿去给大家看一下地上还有哪些地苗。但是地苗上次说好了要给一些朋友拔，可能就是以后就不能拔了，只能把之前的这一批的朋友给拔出来。这颗冰梅手捧很安逸的，这个是整群的一个手捧的，这个还挺好看。这些到时候给那些地苗要地苗的朋友给他们配着。这个挖的好难呀，这个感觉有一点散了，回去都要理一下，把枯叶子理了，因为他们太久没有打理，然后中间有的就会断掉的中间。你看，再理一下，看理都出来不？这里阿姨在帮我剪头，给大家看一下这边这个玉树。你看这底头还这么多，拔些回去也好摘，摘到。可以。哦，那这个长好多年了，你看一拔连个冰冰，这都长了好多年了。像有没有人要榆树的，给他便宜点给他买喽。但是这个软不容易断哦。你直接放一层纸，然后把这个放到高头，再放一层纸，高头再放一些肉球球就可以了。看这边好多，其实玉树出颜色了，很好看的。南方透风，好棚子它不透风。今天下午都是要这个，清个湿还不热。嗯，哎，这还有颗这个也好看，可以拿回去摘到。走。你看这边还有光棍树，光棍树找金安逸，但光棍树怕冻，很容易冻坏。他们这个好好看，就是个名字有点恼火，难听死了。看这边还有这么多醉美人，到时候找一些板子好的，就拔了给大家配那个地苗；板子不好的，我就全部给它剪了，给它剪成那种一个一个的。把那种宽板子的就给大家，就是好一点的。半拔的能不吃吗？嗯，就是中午在那儿就慢慢捋，这个先拔，这儿晒得很这会儿。你看像这种，好多个摘的那种。这里还有树皮呀、荒野中寻宝。这个美杏精插出来都不像美杏精了。美杏叶插，但是这个美杏叶插也不像美杏茎，这一个美杏茎只能砍头插，叶插它都出不了茎。我把这个拔了配地苗的朋友可以给他们配上。第一批要地苗的朋友好幸福，后面都没了。这些你看嘛，就是这些都要晾得久一点，因为土里就是那种湿气比较重，比较接地气嘛。像这种，哇，好大一颗！哪个朋友要到这一颗，他不得了，好大呀！这个土稍微弄多一点，它晾得好。这边还有一颗。像挨着挨着拔，为啥不说呢？挨着拔了啥子回去理的时候，啥子分小的。你看，这一颗出茎了，这里。
这个长长的整的，我们家现在都没有美心锦。对，这里还有一个晚夜鸡秋绿。看今天这个朋友的这一盘，哎呦，配了满满的一盘。你看这个肉夹海棠、星爆、冰梅，这个是月光女神、秀妍，这个什么树冰、树皮呀，反正好多好多好多，还有下面好多好多好多，就是一大盘。这是一个朋友的，我给他端过去。这个棚子里面太热了，我要赶快的把这些地苗给之前的朋友都拔了，然后剩下的该砍头砍头，该往家搬搬了。越到后面就越热，其实在外面都还好，尤其在棚子里面超级热。